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跟你未婚妻一起去喝下午茶了，没了。那个霸道神经病，你跟他出去干什么？他又在玩什么花样？一开始，我也以为她是那种娇生惯养、霸道又高傲的大小姐。 后来才发现，她其实挺可爱的，也很简单，是个会为别人着想的好姑娘，身材也好，家教也好。你说这个干嘛？我是想说。 我觉得你们两个挺般配的。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会是最好的安排。不如你就听你妈妈的话，守在她身边，这样大家都开心一点。明白了吗？我算是看错你。 雨季总会忘了离开，打落蔷薇，每次盛开。独善菜，你这个白痴，你又把道明寺伤到了。你明知道这样会伤害他。 还补了好几刀。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。要不是你，不会哭得笑得傻得像小孩。在一起不简单，别轻易说分开。